好，我们来放 Cube， Minecraft 的 Cube， 听说这个怎么用呢？它就是这样，反正就不要管它，把它倒下去。好，然后倒下去之后呢，就晃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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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晃，然后把它拨一下，再晃晃晃晃晃，然后再丢进去，丢进去，然后好，还要扫。啊，这样好，还有吗？没了，没了。然后再放放。哦，当然。哇哦！